姑娘，来坐。谢谢。来，喝水。啊，すいません。あの、お願い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。うん？シャオナイナイ、バンオーダマ、ウェメンティ、クイマ。可以。我帮你问问题，说，说。啊，这姑娘提了很多问题，挺细致的。第一个问题是，那个周尚文后来把名单交给冈田了吗？啊，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うんうん。ああ、もし彼が渡したとしても、国際赤十字会ではないだろうし、当時の彼だったら絶対にそんなことしなかっただろうし。什么？ああ、我不相信冈田。あ、冈田。他说啊。他不相信冈田。不过自从跟周尚文那次谈话以后，我倒是更坚定了信心，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团结那些心甘情愿不怕牺牲的人，一定要把这情报送出去。最早加入的是那两个悄悄挖地道的朝鲜人，老黑跟崔金哲。老黑是为了找弟弟才跑到这个劳工营来的，后来才知道弟弟已经死了。老黑，我的好兄弟。朝鲜兄弟，这次可是极危险的任务。우리인종등에돌아보지않아。好，这次你们出去，不仅要把我画的地图带出去，而且还要搞清楚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。名字，老黑，你们会遇到非常大的危险，要做好牺牲的准备。也许在这儿还能活下去，如果出去，你们面临的危险是难以估计的。这次你们两个人跑出去，不仅关系到你们两个人的生死，还关系到在这儿1000多名兄弟的性命。记住，一定不能让鬼子知道你们是从这儿跑出去的。另外，这份地图千万不能落在鬼子手里，知道吗？奈，よし、行こう。止まれ！こいつにもう一つも出せろ！もう一つ追加。这么拼命给日本鬼子干活，是存心要当汉奸的啊？俺不是，俺不是汉奸。俺村里面还和俺弟，俺村里面好多人都让日本鬼子害死了。你还说俺是汉奸？不是汉奸呗？俺咋了？我是汉奸呢？
你个王八蛋，又怎么欺负老实人？怎么着？哎，打架怎么了？怎么说？大哥，这不关你们土匪的事儿啊！他妈的一次性搬两筐石头，把日本鬼子美得合不上嘴，这不成心帮鬼子忙吗？大哥，大哥，俺是想，俺多扛一点石头，别人不就少扛一点吗？反正是那么多活儿了呢。魏三宝，你他妈太过分了！太过分！当着李杏儿这么好，他能成心帮鬼子吗？心眼好，哦，你跟鬼子也心眼好。哎，不打不打，不打不打。俺娘告诉俺，少说话，多干活，十日长生做人。当兵的欺负老实人了啊！为了给俺整那一口饭吃，恁都没有跟鬼子拼命的干过。你们不也一样吗？哎，那俺的人没有经欺负过恁的人啊！就是。你们也太欺负人了，太欺负人了！你们别老那么炸刺儿好不好？老子看你们就是不顺眼，怎么着？就是。爷爷，我早想捋你们了。干嘛呀？住手！都到这份上了，还要自相残杀？三宝，大力兄弟，长官，俺真的没想给鬼子卖命啊。俺就是想，能早一点回家呀，长官。大个子家，就这么一个娃，他妈叫他去相亲，结果情没想上，叫小鬼子给抓到这儿来了。到现在他妈还不知道呢。大力兄弟，对不住你了，我的手下不该欺负你。你们应该是好兄弟。俺领子，我长官的毛巾弄脏了。戦場では殺すか殺されるかや、分かっとんか。すいません隊長殿、自分は小さい頃から喧嘩もしたことがないので。このアホ、帝国の恥さらしが、お前に日本人の資格なんかない。はい。おい、そこのでかいの、ちょっと来い。ブラリータ、快走。おい、そいつを連れてこい。おい、他のやつらお前ら早戻って仕事せ。よし、ノッポ、ちょっと来い。お前ら集まれ。こいつはな、品から来た怪物や。この王子からと誰か勝負するやつお前らおらんか。皇軍の代表として一応やってみ。おい、熊田、お前やってみろ。はい。シャラー、行ってこい。危ない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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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聞こえとんか。はい。はい。おい、しっかりやろ。
子弄个。啊！何やってんねん。ちょっと弱いな。熊谷、お前も入って三人で行け。おい、ノッポ、こいつら三人やってまえ。よっしゃー。行け、お前ら行け。行け、行け。何やっとんじゃ。しっかりやれ。どけ。この帝国の恥さらしが、こいつをもし敵兵やとお前らとっくに死んねえぞ。おら自分の銃取りに行け。関田は、はい、銃持ってこい。はい。どうぞ。はい、持って。よし、ノッポ、あいつら戦え。ほら、手を持て。行け行け、早く行け。ほら、しろ、早く行け。おい、こいつらと戦え。行けよ、しろ。早く行かんかい。行けよ。何やったんじゃ、この臆病者が。銃剣の使い方も知らんのか。声掴んじゃ読みとけ。だーこうやるんじゃ、戦場ではな、こうやらな、死んでまうんじゃ。分かったか。やり返せ、やり返せ。だーやり返せ。来い、おい、どこに、どこに、不还手，大哥你，このシナ人がこんな簡単に死にやがって。おい、この死体片付けろ。シャラだ、殺したる。この八郎軍のクソを殺してやる。
戻れ戻れ。行けだ。はい。刀を取れ。はい。総監さん待ってろ。はい。上官老妹，你们这样就完了吗？不要了，こいつを持ってやれ。お前は捕虜だということを忘れんな。别忘了，你是个战俘。いかなる状況においてもな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皇军に逆らうことは許されん。跟皇军作对，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。もしこれ以上騒ぎを大きくした、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情绪，引起更大的骚动，あとでどうなるか知らんぞ。一切后果由你负责。勘違いしてんのか。いいえ、大勢の前で規律に反してないものを殺しやがって。お前はな、自分のくだらん遊びのために大戦隊に損害を与えたんだ。あいつらが怒って暴動を起こせば工事は絶望だ。そうなればお前もただでは済まないってのは分かんねえのか。そしたらどうすればよろしいでございましょうか。下手やろ。お前は孔子のことは全く考えてない。お前は首だ。総監殿、それだけはご勘弁ください。それだけは勘弁してください。もう少し帝国軍事のままでいさせてください。自分が前線で線香を立て、靖国神社に祀られるのが母の願いでした。しかし、自分は軟禁で負傷し、舞台からも外され、今はここでしかお国のために尽くせないんです。お願いです、もう二度と工事を遅らせるようなことはしません。この総監、知らずにたちが葬儀を起こし騒いでおります。全体強化しろ。はっ。山田、よく考えて行動しろ。二度とこんな真似は許さん。はい。
鸽子，你走好，以后不管谁回去都把你带回去啊。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还有那衰老的爹娘，就一把Oh.
早く来い、まだ戻れ、早く戻れ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事先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呢？他们是朝鲜人。他们？到现在你们还在说谎。没人帮助这个可怜的朝鲜人，根本就不可能逃出劳工营。大队长，还有别的指示吗？你们还想让多少无辜的人去死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肖汉生，不要以为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跟鬼子斗。鼓动起几百人手拿棒子、石块，跟鬼子的刺刀、机枪拼命，算不得本事。
让全体劳工和基地在美国人的炸弹下同归于尽，同样称不上好汉。你以为跟日本人有合作的余地吗？我是在用斗争的手段来达到合作。这场战争不可能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，最终日本将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。把1000多人的名单送到国际红十字会手里，日本人必须做出交代。你把日本人想得太有人性了。不，我不指望他们存在什么人性。我告诉过冈田，如果他杀了这些中国人，他将被送上绞刑架。可我们。现在我以全体劳工和战俘的名义，要求你们俩停止任何过激行为。如果因为你们的莽撞和冲动造成更多的流血，你们将受到历史的谴责。我不否认你们能够找到个别志同道合的人，但就整个1000多人当中，你们只是少数，极少数。何去何从？好好想想吧。目前要想得到大队长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了。革命靠自觉，没有他我们照样干。捣毁鬼子的共识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罢手。昨天我想了一夜，自从参加了八路军，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孤独过。周上文说的有一点是对的，我们是少数。可悲的是，不仅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，就连我们自己的同胞也视我们为危险，远远地避开。如果我们的存在让他们感觉到危险的话，他们就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出卖我们，甚至杀掉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做出一个重大决定，我们要有一个组织。好，从今天起谁退出谁就是叛徒。
这个组织的纲领是一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二，把情报送出去。如果不成功，咱们就自己夺取武器，炸毁工事。不仅如此，还要把所有人都带出去，回到自己的祖国。肖连长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给这次行动取一个代号？我想好了，就叫唐山，怎么样？好，我同意。同意。我宣誓，小汉生自愿加入唐山组织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坚决保守秘密，绝不出卖同志，为行动成功，甘愿牺牲。夏明远，自愿加入唐山组织，我发誓，无论何种处境，绝不出卖他人，即使粉身碎骨，绝不后悔。陈四妹，自愿加入唐山组织，宁愿站着死，绝不跪着胜。对，今天我们的组织就算正式成立了。其实，昨天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，可是没有成功。崔金哲已经牺牲了，老黑现在还生死未卜。别灰心，我们再找其他的人吧。对，还要找那些守口如瓶的朝鲜人，因为他们懂日语，否则出去就等于自杀。对，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。麻烦的是，在劳工营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日本人抱有幻想，认为只要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干就能活下去。大个儿李元四应该让很多人放弃了幻想。是啊，我们要团结更多的人，不仅只是当兵的，还有那些老百姓。但一定要看准对象，秘密的发展。嗯，这件事儿主要由我和明远负责。四妹，你的任务是计算出捣毁工程所需要的炸药，想办法从每天领取的炸药中节省一些，存放在安全可靠的地方。是。
大哥，车闸坏了。殺したことある？そんなことを言うもんじゃない。